接下来呢，一样，我写了一首歌给 SHE， 他们呢，妖歌的距离就比较近，所以写给他们的歌呢，就比较多一点。那今天呢，我带来了第二首，就是《好人有好报》这首歌，非常的轻快，它还带有一种节奏感，让人听了以后带入这个拍点上面，我们就会感到开心。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开车在海边，然后晒着太阳听着这首歌，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，《好人有好报》。天使。